欢迎您到 San Diego 拉霍亚试管婴儿医学中心，由创办人医务总监 Smarridge 医生主持。拉霍亚试管婴儿医学中心在2000年开业，我们为您提供最高质量的护理理念，以便帮助我们的患者达到生育的目标。 Smarridge 医生欢迎每位患者，我们不分种族、国籍、性向区别和婚姻状况。 Smarridge 医生已为超过1700件代孕案件，也为1300件捐卵的案件服务已经超过17年。我们提供您先进的治疗计划和希望能给您最佳的结果。在拉霍亚试管婴儿医学中心，我们为您提供难以置信的高科技技术，都在本医学中心内的设施中进行和培育。在拉霍亚试管婴儿医学中心的手术后恢复区配备齐全，而在我们的医务人员的细心照顾下，您将会在柔和和轻松的环境下恢复。在拉霍亚试管婴儿的医学中心的手术房，将会保证您的隐私权和完整的专业服务。